叫人家出去，有点怪样。叫人家出去，让他出去干什么？哎，你别带给他，他上次又跟你刚洗完脚。我就怕你，你先就让他去。你说你不能出去呢，他刚洗完脚。你说你不能出去呢，真没有啊。牛牛。看见什么东西了他？不要带他，不要让他出去。他就找我，他找我，叫我给他开门，不能去呢。人说那怎么办？你看还呜呜呜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点睡觉。吓死他！他就感觉，他就感觉。去。等一下，你给他洗脚啊。你要出去，狗你就不能出去，你的习惯。You could be happy.I won't know. But you weren't happy the day I watched you.